农商会会长 Diana， 因为我们这个准备了四个月的大型纽约华人春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的外国朋友也非常喜欢，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王雷李青领事，还有纽约州长代表孙文女士，布鲁克林区长代表郑其荣女士，他们非常喜欢我们的春晚，也对我们的春晚赞不绝口。总体上来讲，我们这场活动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高质量脱俗，我们尽量呢就是选择这些大家喜欢的歌，然后有正能量的歌，希望呢大家了解中华文化。因为我们的这个春晚呢比较提前，所以我也提前祝福所有的观众，所有的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纽约东北同乡会2018年瑞犬旺福四海迎春新春晚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谢谢。首先，请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吴昕致辞。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王雷副总领事，尊敬的纽约州长代表孙文女士，尊敬的纽约市长代表汤米林先生，尊敬的 Brooklyn 区长代表郑其荣女士，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
高尔夫球队科拉名店，非常感谢协办方罗斯吕根律师楼、新干线快递、大管家窗帘、周文静儿科诊所、儿童时代，非常感谢全体义委和演职人员四个多月来的辛勤努力，同时也非常感谢商家社团的参与和支持，这其中包括纽约北京同乡会、纽约美东河南同乡会、美国纽约人力资源协会、纽约山东同乡会、纽约烟台同乡会、苏小泉牙医、旅美湖南同乡会、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全美江西同乡会、美国新疆同乡会、美国川渝同乡会及川渝工商总会、美国河北工商总会、纽约旗袍总会、纽约华人侨团联合会，同时也非常感谢辽宁省侨办、吉林省侨办、吉林省侨联、吉林省政协、内蒙古自治区侨办、黑龙江省侨办、营口海外联谊会发来热情洋溢的贺函。最后也感谢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纽约东北同乡会各项活动的热情支持，非常感动。所有在座的嘉宾们，所有在座的观众们，你们的参与让我们今天的晚会非常圆满，请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自己好吗？有人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华儿女，有中华儿女的地方就有春节，春节是中华文明的魅力，东方的魅力，世界文明的魅力。今天能在后顿演出中心举办这场大纽约地区华人春节联欢晚会，意义非凡。我们参加演出的演职员还有艺术家们，今天晚上有超过100多人，他们将用欢乐约会春天，将用梦想书写春天，将用激情唱响2018。在此，我仅代表纽约东北同乡会向所有的观众祝福，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新春快乐！谢谢。请纽约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王雷先生致辞。尊敬的吴清会长，Honorable Mr. Eric Adams， 各位侨领，各位侨胞，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非常高兴来出席纽约华人这个戊戌年啊，农历戊戌年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我来到这儿呢，觉得会场内外啊都洋溢着一个欢乐祥和啊团结的这么一个气氛，我们觉得非常温暖，非常高兴。侨胞们，刚刚过去的2017年，对于我们的祖国中国来讲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去年10月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9大啊，这次大会呢，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8大以来这5年，我们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的伟大成就啊。这5年啊，确实我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年呢，我们在各个侨团、各位侨领，在维护侨胞权益，增进侨团的团结，弘扬中国优秀文化这些方面，还有支持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维护国家的主权，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东北同乡会，也举办了许多爱国活动，像是庆祝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这个9·18事变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也给社区做了很多贡献。大家呢对总领馆各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在这儿呢，我愿意代表总领馆的领导和同事，祝各位侨胞新年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祝愿今天的晚会圆满成功，谢谢。现在有请纽约州代表孙文女士，伯克林区代表区长代表郑其荣女士为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吴兴发奖，请，谢谢。我们今天的活动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里边呢，有很多人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支持，无论是经济上，还有我们实际行动上啊。那我现在呢，我们东北同乡会给社区对我们支持的侨团和个人颁发一个奖品，第一个受奖人是国酒茅台大文行张瑞群先生，请张瑞群。可以照相啊！世界山东同乡会吕成瑞会长，吕成瑞先生是想当年青岛第一个个体户。下面一个得奖的是超越高尔夫球队的会长金宇，请金宇上台。好，下一位得奖人克拉名店老板艾伦，请艾伦。有请罗斯里根律师楼孙兰涛律师。管家窗帘的阿燕，阿燕有没有来？今天好像没来。下一位是童年时代，童年时代有请。下一位是新干线，请新干线，谢谢。好，谢谢。那好，请各位先回去一下，自回去还是上来？记住，我是我们纽约东北同乡会驻
著名的非著名节目组节目主持人，不是专业的，有哪儿错了，谢谢原谅啊，谢谢谢谢，请。我理解这掌声是我对我的鼓励哈，不是掌声。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祭祖，然后就会务部分就结束。来，有请所有人来后台，刚才后场的所有人，谢谢。好了，谢谢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祭祖了，来。好，那大家全体贵宾们向后转祭祖。
造诣不凡，有请中国画家协会、书法家协会，对不起啊，书法家协会啊，跟大家呢，他们有哦，我躲开一点。哦，谢谢啊，这您给读一下好不好？中美友谊世代相传，中美友谊世代相传。下面这一个，请奶奶给读一下，也请您。各位同胞，大家晚上好，我们是来自祖国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高级教师。这次我们给这个纽约的华人侨胞们带来了我们祖国的艺术家的对大家的祝福，祝贺纽约东北同乡会2018春晚圆满成功。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啊，请各位就顺着这边啊回到自己的座位吧。好，谢谢，好，谢谢啊，好，请请有请啊。然后刚才的我们的贵宾呢，就顺着这条路呢，可以那个照原道回去啊。好，谢谢谢谢啊。那么我们纽约东北同乡会春节晚会文艺部分马上就开始了，稍等片刻。Thank you.
刚才一曲《开门红》带我们步入了2018到2019年的纽约东北同乡会瑞犬旺福四海迎春新年晚会，感谢大家的光临。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任何一个人今天都是我们有生之年最年轻的一天，正所谓有规划的人生叫蓝图，没规划的人生叫冰图。今天我看有些朋友呢是跟着 GPS 来的，那好，我说你们来对了。让我们以最年轻的心态来欣赏我们这一场轻松愉快高端上档次的文艺大餐。那么我代表纽约东北同乡会向大家拜一个早年，大家大家新年好。我排练的时候吧没出这个错来，让我用一副对联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演出。上联是瑞犬旺福皆新岁，下联是四海迎春送旧年，横批万邦同贺。下一个节目歌曲大联唱。Hey, hey, hey.
目虽然是我们东北同乡会搞的这节目，但是我们的演员却来自于五湖四海。那现在有请我们这些老师们哈，用家乡话给大家拜个年好不好？那请高顿老师先。俺来自上海的，向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恭喜发财。你这上海话说的太像了。来天津的，我是天津人，祝咱们纽约所有的天津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下一位。我是哈尔滨人，在这里我代表哈尔滨的父老乡亲，祝大家新春快乐，步步高升。好，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台上的这些演员代表我们今天所有的演职人员，祝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新年快乐。好，谢谢。这有个事儿吧，我寻思寻思也挺可笑的，也挺有意思哈。你说南海吧，有一些岛子，你说凭什么那国家也找几个律师啊，总裁一下就归他们呢？没这道理啊。那你说我们家隔壁有嘉信理财，有家客栈餐厅，新疆村和乐餐厅，不过老了，辽宁饭店。大管家窗帘，你说我这么弱，我从来没跟别人讲那是我的。你说我要找几个律师也总裁一下，杨丽律师，汤学武律师，高开阳律师，你们给我总裁一下，万一我要赢了，你说我得落多少时间呢？也是哈，你说这个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会误入歧途。在歧途上走走，看看风光，赶快回来，就好像人呐，走的路口了。如果是红灯，别走，危险；还是红灯，你也别走。如果你每个路口都红灯，我告诉你，你到红灯区了。这也就新疆村餐厅那老板阿牛啊，那哥们够意思，往地下一坐，得，我先喝根茅台再说，我不走了。好了，闲话不说，现在有请沂蒙情舞蹈。Oh,
日子才能敲响。鸡年到狗年的跨年夜的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这会儿呢，我有一丝忧愁啊袭上心头。你说像 Flushing Point 这个董事长 Mark 董，你像 Jeff 秋啊，也是我们副董事长啊，超越高尔夫球队什么贺平啊，这巴迪，你像我这身高啊，正好跨年夜，哎，一步到位，过年了。你说潘家丽律师哈，有没有来往？不知道哈。你再长就1米9了。你说功夫小笼包那皮球孙，眼看就往2米去了。你说你们跨年夜那么大个子，那肚那么老大啊，那么大肚子，这一跨不小心你跨2019年去了。你说你那等我们是不等啊？你这哪过年夜？你这一步登天的。啊，也是，你说那个中信罚单那个 Michael 高跟我一个名哈，一模一样的，那个不高，那个哎，小衣服一穿，怎么着那啊，小步一走，你这他步子不大，你说他走路吧，你这哎，一步这么点儿，哎，又一步，第三步一趔趄没过去，回2016了。你说你这整个就是一步回到了解放前。好了，闲话不说了，下面这个曲子歌曲哈，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它是自取威虎山里边的两段啊，好了，慢慢欣赏吧，全是大腕。
我用一个东北纯东北话的对子来继续我们的演出啊。这我做的，但是我得看一下，我有点记不住。上联，着急忙慌辞旧岁，心急火燎迎新年。下联费劲巴拉聚一堂，直不楞登达三江，金鼻瞪眼好春晚。哥闲话不聊，还请真正的大家上场。好，请下边是二胡赛马，保证是一绝活。
腰鼓，长袖舞清风。刚才这个舞蹈跳的是活力四射，我看的是如醉如痴，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果然是男女干活搭配，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鼓掌我都听见男的女的一起喊。下面有请吕坤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向天再借五百年》。为江山积积福，福为了得其些，妈妈爱的重量，爱的美，我何将啊？面对冰山雪剑后，
俊男美女。尊敬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晚上好。我出生在辽宁葫芦岛，是地道的东北老乡。那今天呢，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会长戴安娜和 Michael 对我们杨子健身这么大的支持和肯定。借此新春佳节之际，祝在场的每一位春节快乐，恭喜发财，谢谢大家。我刚才看到 Michael 在台上，他紧张，我还笑他。我发现上来我也紧张。首先呢，就是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东北籍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们杨子健身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刚才我在门口发单子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我们的前辈、叔叔阿姨们。我想说的就是，祝叔叔阿姨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提到身体健康呢，我想就是大家能在第一时间里想到我们杨子健身全明星会所，谢谢。好，请两位美女，待会儿这个下一个节目，不是待会儿，下一个节目啊，下一个节目呢是由刘丽娜表演的灯伞杂技。灯伞，这个灯伞呢，大伙儿一会儿看看，是蛮漂亮的。她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打破者，也是保持者，她是这个。有人说我们推票的时候说，哎，你们这没有大腕儿，其实刘丽娜是真正的世界级大腕儿。那么我们就有请刘丽娜小姐。
笑的，真这个杂技真的是好。我在后台看的，我特紧张，我生怕您那闪掉下来。我想问你一下啊，你跳那么溜啊，你是闪是特制的吗？啊，没有，这是正常那个毛主席打的那个伞。毛主席打伞，那打这伞都毛主席啊？这有代表作吗？这个伞看您这个跳的，好像是挺这杂技蹬子不是跳的，啊，这蹬子蛮轻松的，这估摸着应该不那么好学吧？不好学，因为蹬伞是杂技里面属于出手活最难的一种，然后也是因为它的踩者特别轻，所以要比重蹬技难很多。它表演的时候需要很强的这个基本功和很大的很好的一个心理素质。对，谢谢啊，谢谢。啊，幸亏讲的不多，我手都抖了。那好了，谢谢。请继续欣赏后面的节目。Oh.
再带上这个有家客栈餐厅的美食啊，我们一起送上。哎，有家客栈的老板呢，史蒂芬问说，哎，他朋友牙口不好，我说没问题，我们有苏小泉牙医无痛植牙，包你满意。这广告啊，人家给咱赞助的，不说不成啊。还有给广告的呢，别着急，还有呢，那个给钱的，专做餐馆点餐系统的艾米，他也这都我编的段子，其实没问法。那他说呢，那安全问题怎么办？说也没问题，因为呢有坐落在 College Point 那个 State Farm 的美女红云，她有这个保险。如果这还不成，我们有孙仁涛律师和高开阳律师，又整错了。高开阳律师帮我们走下去，保证不会输。好了，咱玩点正经的啊。好了，这个大唐贵妃呀、啊，是梅葆玖先生呢生前的杰作啊。现在我们有请呢佟晓玲女士，她是旅居纽约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请她和吕维忠以及这个采风舞蹈团给大家献上她的经典的片段《蝶恋》，谢谢。
谢谢佟小玲，谢谢佟小玲。我们这台晚会啊，之所以能成功的主办，完全仰赖大家的支持啊，特别是你像有些好多朋友没法一一点名啊，你像超越高尔夫球队50多个人支持我们这场演出，所以真真正正的让我感受了有个小小的震撼啊，真的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么让我们超越球队的弟兄们，让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压轴戏大合唱天路南地湾还有民族大串烧5个舞蹈，谢谢。
接晚会到此结束，现在请演职人员谢幕，请上场，请王副总，请南大会长孟建侯建立，请诸位请诸位贵宾上场谢幕。林杨丽来，请大家刚才上过场来一起谢幕，请诸位金鱼还有高尔夫球队的来，最后问一句，我们东北同乡会的今天春节晚会好不好啊？明年卖票买不买啊？我就不用拉赞助了，你们要买。谢谢大家今天光临，谢谢谢谢。那个王副总，请你讲两句话好吗？今天晚上我非常感动。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啊，这些节目啊，专业水准很高，文化品位很高。除此以外呢，更让我感动的呢，是这些演员贯穿节目中的那种充沛的感情，这些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的文化那种深深的热爱。我想，对于我们海外侨胞来说，还有比凑在一块儿看一台具有中国特点的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更好的庆祝我们新春佳节的这个形式吗？所以在这儿我再一次代表东林馆感谢吴会长，感谢所有支持这场活动的个人团体，感谢你们的努力为我们大家献上这一场盛宴啊，文化盛宴。我也觉得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非常有意义，这是凝聚我们侨胞的文化纽带，这是我们海外侨胞的文化家园。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谢谢王总，谢谢我们所有的演职员，谢谢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新春快乐，新春快乐，谢谢，谢谢所有的来宾，谢谢，我们明年再见。谢谢各位，谢谢各位。